在我印象裏面，明光社呢是香港教會一個很重要一個，即我講救贖性的一個的組織，他幫我們去站出來，在社會、在教會去話給人聽基督信仰，特別是在倫理的層次，我們的看法、我們的立場、我們的堅持、我們的執著，他是我們一個良心的出口，他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。而當然，另一個所謂代屬性的意思，就是他承受了很多因著堅持原則、堅持真理而帶來的社會甚至教會的壓力。明光社是常常被人罵的組織，是不是？不過我心底裏面，我是由衷地敬佩志森兄和一班的同工，也都真的我時時為你們祈禱。15年了，一個不容易走的路，我期待明光社繼續堅持謙卑的，但是亦都堅定的，將我們基督徒重要的倫理的原則講出來，證明給這個世界看，我們的原則不只是小圈子可以應用，也真的是對整個社會的 well-being 是重要的。